然 很短的时间，但是都很精彩啊。特别是那个叮咚出来的时候，他会转啊，很开心啊，小孩子看到很开心。当然希望啦，举办多一些像这样子的活动啦，让香港的市民啦开心一点。叫哆啦 A 梦 and fans， 咁 100% 嘅意思咧系集合咗动画啦、漫画啦。同埋電影嘅元素喺入面嘅，咁所以我哋將呢一個嘅內容咧集合咗，咁亦都係適合咗唔同嘅年齡嘅讀者都會係對佢有興趣咯。動畫咧亦都係我哋今次一個好重點嚟嘅，用香港背景去創作呢個動畫嘅。我睇到無論粉絲啦、市民啦都好熱切期待嘅，咁我哋希望會帶嚟一個好嘅展覽俾佢哋。